Quítalo.好猛哦，不愧是阿吉耶，好猛哦，哇！是我这个判断，有没有觉得我在你旁边功力倍增？我觉得有我操作加上你的观念，怎么样？我要付出了，我们以后打比赛，我们就两个人打。你打错了，没？现在干嘛？是不是？有打比赛，旁边有个人在那边讲话，说打靠边。以后直观模式也不用两个空国了，对，不用，就一个假说，一个讲干嘛就好了。靠，白痴，超智障，不是啊？什么图手破都白金而已。对啊，等下我看一下你刚刚那个天梯的对手。哦，就这样，你可以显现一下哦。你看你输他扣十二十一分，超烂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要赢啊！哦，对，你赢哦。我哦，对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所以你刚赢那个对手加三分。对，应该是加三分。可是你要想啊，我多久没打星海了？没关系啊，我几乎没有玩过虚空。我相信你的观念是绝对是顶尖的。啊、你看我多久没有玩虚空之翼了？是不是？我起码两个月多没玩虚空之翼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是憋蛮久的。那我是不是憋赢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再打一场？你要再打一场？还有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，我怕你等下又说，干你不要那么，我怕你等下又说什么？不不，二十分钟够了，二十分钟刚十六分钟比较短一点。好，十六分钟。你要踹吗？好，来啊来啊。好，来交给你，交给你，换你表演。哎、欸，刚刚，对，今晚我接手的时候有一个订阅，我没有看名字。真假的？对，我看一下哦。TW 咖啡熊，感谢你订阅，台湾咖啡熊，好欢好。干，真的有那么强吗？我觉得我不要执着于机械化，我就会打得比较好。啊、真的假的？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自己的流程，我觉得机械化蛮强的啊，完全就把你的那个弱项操作给我的操作没有到很烂好吗？我没有说你很烂，我只说弱项而已、跟你的观念比起来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的观念是100分的话，你的操作大概2分吧。看这个比例也太98:2，你跟我开玩笑？这个也太多了吧？不会、啊，你如果操作不好，你能胜吗？对不对？干，真是太小瞧我了！来来来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三枪兵。好好，我跟你讲，我虽然是反应变慢了，重组，重组。哇，好，你就不要给我打机械化。哦，我不打机械化，我用硬实力干他。好，我看你有多硬。我让你看对手宗师，你打机械化好了。你用你最强的这宗师，你怎么知道他宗师？因为他没有框，你用你最强的手段来赢他，好不好？我想看你有多厉害、啊。可以投降输一半吗？我被他那个吓到了，没有他不是宗师啊，他只是一个没有牌的。你确定？啊，对，他没有牌。你不要跟真骗我。哎、欸，这张图不好打哎、欸。来看我们阿吉大显神威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被干。下班是啊，因为我不知道重新的流程嘛，所以我是竞赛我随随便盖一盖，就是随便打打都那么厉害哦。不是啊，我是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流程了。我知道流程的话，你现在找到宗师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之前明明就我之前在打虚空之翼，刚开始打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流程，就是我忘记了，很厉害的，就很顺。为什么不把干脆把门封死？封死啊！封死！我怎么看都有个洞啊！哪里？看刀枪快绿豆高好吗？哪里？要不要赌？这有洞！要不要赌？真的假的？要不要赌？我不赌。哈哈，对，真的有洞、啊，真的有洞，真的有洞啊！中枪车准备完成。这场我们20分钟时间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重要工作是吧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这流程，单兵营开二矿哎、欸，哇，你老人哦、喔，啊，没办法啊，我就不会呗。你吓到我了。我觉得裸霜在哎，真的有洞哎、欸，反正就有洞，你还要不要生下来？哈哈，防我下，防我下，来，没关系。长枪，啊，回，升级完成。你看，他每次一丢的时候，我都会有点惊叹，惊叹。所有东西自动丢下，好爽，好酷。那是又有洞啊？
没动，没动，没动。哦。是长官。可是说真的，这样很不习惯。对于原本的人类来说，因为、哦啊、因为人类有时候不有矿头的时候不会丢啊。我说中后期的時候，我真的完全了解，完全能体会。因为像神族放加速，我也不习惯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哦，他裸三的，不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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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那个不是裸双，裸。不好说，我怕这个裸三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啊！你吓到我了！这么瞧不起我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因为他如果我们随机到重环就不好，好、哦、不不，你是手直接选的这个。哎、欸，哦，你是直接选的雨水机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行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厉害吗？可以做个军工厂出轨雷算了、啊。我知道出轨雷啊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他每次把我丢下来的时候，我都有点。你吓到我了。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可是他如果一波打我的话，我就要不要下命令啊？因为在等你的。我现在是比较在看流程的东西，所以他如果一波打我，应该会疼。在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那是工兵侦查、啊。我不想侦查、啊，没有，我要看他们开战况嘛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他们开战况，那你该怎么办？我叫他输队友，或者是树长。没有啊，你再晚一点点，再三十秒，其实就可以抓到客机线。那就盖个 B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算了，不想不想坐我车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快、欸！我觉得虫族打人类应该要速飞龙、欸，因为很多军他好后，人家如果用解放的拳，就干。哎呀，结案结了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嘴哦！我真的会解了，我突然了解要怎么解解放者。可是他会帮我丢空，我说真的是很不习惯。没关系啊，把你自己都忘记了。工程车准备。我不会，我自己不忘记丢。我无法在这里。可以看，可以看。所谓职业选手的自信吗？应该是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没有二本啊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没有二本啊。他到我想怎样？没有二本啊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不是他三关也太慢了吧？可是他宗师哎、欸，你觉得他会？干他真的是宗师吗？真的啊，所以你觉得他有可能耍智障吗？我觉得他一定有可能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老实说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。坏消息，这最好是好消息。走吧。哇，知道空投了，但是他没有防空塔，顶着防空塔硬投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哎、欸。重要工。请说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升级了，附属建筑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当然可以，指挥中心。哇，好棒哦！小子，我的厉害吧，小子？是，正在入。刚刚那种情况，如果有的话，大概只有一颗炸出来。炸不出来，一颗都炸不出来吗？有危险。我一说四颗丢下去，只有一颗炸出来。对啊，就刚刚那个基本上很难，我无法在这见到，很难的。但是鬼雷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他其实，靠我的兵队不见了。准备好出发了吗？干哦，干又兵队不见了，怎么这样？嘴炮。不是啊，我说真的，我没有虎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研发完成。人装待发。哇，其实不是个青王虫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我无法在这建造。你的决定。啊！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现在是怎么样？令人难忘的工作经验就在这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炸到，好是好消息。这样就不到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附属建筑完成。哦，上面有脏脏的东西，不要虫洞。哦，没有啦，我就射，去射它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金矿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金矿卡已经耗尽。让我们继续而归吧。然后我现在很努力的让自己不爆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冲
冲冲！啊，是这个领域敏感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干，这真宗师啊！要冲过了。我无法在这见到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因为我现在一直不知道自己要打什么。哇，空投哎、欸，好猛哦！他其实不觉得你不当选手会更强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不差啊、你为什么要讲那种让我自己可以嚣张的梗呢？我说有没有错？金矿场，我想想。哇，这支部队没有绿盾的。靠我的哦！对啊，不是我编队都会跑掉。升级完成，完成。是哦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？这真的有差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再等等，不变虫，你们还有机会。哇，打的嘞！我是你们把我突破过来。我还有一个月。然后从此从那里都给你这玻璃红头被你守护。附属建筑完成。啊，这个压力，用扫描扫到两个重开。啊，扫什么？现在有点难打，主要是他的重开不太好。一个道歉。我无法在这见到。奇怪，为什么我都会编到那个啊？说吧。能量不足。那没能量了。能量了。那扫描是变那个了，一发要70-100。干！冲冲冲！非常清楚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看草。紧急起飞就绪。令人难忘的空中体验就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？小子，我投到那防空塔上面，用扫描，全面进攻，用双线进攻。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守住一波呢？阿吉，你先把兵上好。说吧。所谓台湾马路。好马路，阿吉抓3000多块，死定。好，对方是怎样？对方带枪。对方是一点鸟蛋都没有。准备好出发了吗？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刚忘记分工坊了。啊！跑过来了，我放你滚出。需要更多的补给。哇，这波线好猛哦！好猛哦！看阿奇会玩哎！预计于1分钟后抵达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好，阿奇真的会玩哎！我觉得你要赢哎！我要赢啊！看我们这实力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现在是后悔小瞧我啊？我没有小瞧你啊，我一直都想要跟你来一场正面的决斗啊！是你在那边什么倒个垃圾赢不场的，干这个演讲哎！干我觉得你会赢的。补给站需要更多的补给站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知道？看对方到底在冲啥火哟？他没兵呢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想尝尝我的厉害，能量不足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升级完成。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你到站了。靠，有点破哎！但没有能量，需要更多。我觉得让我最比较头痛的是，我没办法掌握他的能量。因为以前是你可以一次轻的去掌握的。把他被拖线打到爆掉，能量不足。但我真的没有办法靠到能量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你的部队正遭攻击。来来来，机场下。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不是用散兵去赢他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用多线去赢他。我用多线去赢他。哇，我被你说服了、欸，这多线。但你那边伤兵不是开玩笑吧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刚来不及控啊。你要体验一下老人啊！我心大两岁，你在二期。可是重点，我没有持续在打。哦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应该可以被我说服吧？
如果我有持续在打的话，你觉得我实力会在哪里？实力哦，当然是台湾第一啊。海石会是你的对手吗？开玩笑。我觉得我有点被羞辱了。没有，没在羞辱你。好，大概有点感觉 ，feel 有 feel。我是有东西没研发、啊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再等。矿炉这里有找包，丢下去。对啊。太困难了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感谢。但我好想杀就跟你来六九。干嘛？是突然觉得我好像蛮强的。我好想杀就跟你六九。研发完成。干他太猥亵了吧！领导。留下还是离开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好，你的人死了。他到现在还这种蟑螂。现在你怎么样？听候你的差遣。金矿产，我好钱哦，怎么样？要挂了！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？走，哪里？哦。金矿场已经耗尽15分钟，终于生出了这批兽。难，难输哎！看我很难输了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要摆这样子啊！有人那分就换我打挂我了，知道吗？升级完成。尽兴而归吧。说吧，坏消息吗？啊！你吓到我了！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有任务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谁要一些？有人可以带我离开这场混乱吗？啊！你实力垃圾。你到底要相信我啊？按照号码。现在关键还是 OK 的，还是可以。整装待发。这最好是不能买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这好伤，该好白目哦！你讲这话太过分了。说吧。啊，对方就根本就奶油。要问他是奶油啊？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能量不足。他这完全打不赢啊！你飞过去，你连控都不用控，你知道吗？稍微把枪兵往后拉一点。你看他古巴也死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！不要冲了，不要冲了！没关系，我现在钱很多哦。不是，我刚刚编队乱掉了。而且不是啊，我是觉得那个重点是那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个雷达我都不能控制，我因为他会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是他没有让我那种可以自己去控制能量，像这时候其实你会存矿螺，因为你现在那么优势那么大了。应该是把矿螺全部丢到脸上，对吧？对，存矿螺，你不说这时候都是那么优势，应该会存矿螺。也不是这样讲啊，就是砸你的脸上不是吗？就是因为你都爆钱，你不会丢矿螺啊？对啊，我不会再爆，我会至少是雷达，至少是用雷达。是时候了，就这样吧。留下还是离开？升级完成。我知道你的。可我现在其实点不太准哎，说真的，就是没有办法像以前点比较准一点。哦。令人难忘的空中体验就。那现在就是感觉乱 A 啦。我看，你看又来了。乱 A 会输啦。你看我又来了。这三分钟，你赶快 A 他，快点。好，又来又叫我 A 他。快点，三分钟投他矿啊！快，我等下投降了，知道吗？
好啦好啦，等一下我的部队又编乱了。快点快点，时间到了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他是超乱超乱的，快点 A 包他。等一下你不要急，你一急我就我自己也会乱掉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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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冲啊！哇，好猛好猛！快点上路，快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快点，阿奇冲啊！啊！对啊！快点，直接地毯式空投往对中秒了就赢了，没时间了。等一下啦，还来得及哦。不来不及，看剩两分钟。剩两分钟。对，剩两分钟。好啦好啦，来来来，超完他，超完他。你觉得？欧赢了，欧赢了。这最好上场休息了吧，小子。好，来来来。地毯式空投是不是？你就一个扫描，然后自己地毯式空投全部丢在那个对内兽旁边。好。你就从投主矿全部投下去也可以。我要投啦，我要投。你先扫一下看那个主矿有没有对内兽。能量。干，你看能量都不足，我真的莫名其妙。场已经耗尽。正在路上。来来来，冲冲冲冲冲！冲冲，你小心那个群会爆光！哇，快投快投！投死他！我看有对内兽，有对内兽不要投。啊！干曝光了！干！这游戏怎么难玩？你知道我们比较赛要开始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可是我们 不可能输啊，因为优势太大了。对啊，怎么办？我非常。没关系啊，你送一点给他嘛。你知道我声音被关了。哎，干！锦标赛开始后应该还有四分钟的等待时间，所以我们应该还有四分钟。好了，我尽力好不好？我现在就。再等我来教你啊！关这边给你接手嘛，我看你多厉害。不是啊，因为我遁地兽真的不是很好打，说真的。遁地兽就是你要散开啊。这最好是就把小石一个你的部队直线的防守攻击巨象嘛，你要怎么打巨象？等一下，我想到办法，我想到办法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按照号码牌，想瞧瞧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重要工作是吧？请说。来补到他后面的岩石。对。那就清档时间了。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来。哦，他已经爆！哎，扫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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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扫扫！不是没，你看，我就说这个雷达真的很烂。对啊，所以我说刚刚不要轻松开。赶紧出个渡鸦。也行，哎、欸，真的不错。这最好，谁要一只？是啊，他在拖时间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他没时，他没办法赢了，可是他没拖时间。直接从那个去看一下，顺便看到。听到了，因为他已经没矿了。针锋在发，打开这边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要不要扫一下主矿？然后能量不够，但一直都没有能量，这很瞎。多盖几个主堡，我感觉发现多。谁要一些？上他上他上他，头过身就过。他起中那几只而已，干。拉开拉开，不要从正面，不要从正面。敢怕屁哦！干。不是，这很智障，你知道吗？这还有哦，他就是死不屈屈，干鸡巴！该我出马了。不就刚好出马了吗？好啊好了、啊，给你给你给你。干我们十号时间吗？是时候了，这是金属时间。不是，这不能怪我啊，他不跳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选所有部队啊？已经耗尽，我没有用那个。你跳，你用你的这进就好了。对啊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再等继续而归吧。干，我们还有时间吗？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我无法在这见到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干，真的来不及了。哎，乐剑为什么会跑掉？是不是？我刚刚一直兵队，一直跑掉。让开，要突破了。啊，他那个雷达怎么这么容易就没了？然后，
能量不足，升级能量不足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能量不足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来，我们来。能量不足，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干他死不掉，死在脑子。是不是，这不能怪我。照说刚刚那个三次矿被踹掉，他就跳进去。如果一般的虫子来说，他死掉。但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哇，拜托，拜托，还有，拜托，还有，拜托。Please， 给我 ，Please， 给我，给我，锦标赛到底还没有？锦标赛，干老师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迟到了一分，我们迟到三十秒，真的假的？我们迟到三十秒。我问你，那是我错吗？好难过、哦，你知道我们迟到三十秒吗？我问你，一般来说，虫子那样被我打，他是不是愿赌就要服气，就要输了，是不是就要跳了？嗯，你不觉得你 A 的很烂吗？啊？你不觉得 A 的很烂吗？你要哎、欸，你要奢望一个那么久没有打，而且还不打虚空之翼的人，我当时打你觉得有什么有？我俩清打的蛮好的，有什么？只是遁地之后，啊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打啊。那你有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怎么样？我打怎么样？啊？我这个打遁地之后方式怎么样？你是靠我打下来基础赢的、啊？干，不是吗？不觉得我操作蛮好的吗？哎、欸，那我们要离开那个了，锦标赛。难过、哦，干对方击败，那这是对方击败。我跟你讲，是不是正常来讲，他前面只要三四框被我踹掉，早就该跳了。他们死龟，对，不怪我。好吧，那没办法了，好难过、哦，我的心已经跟着锦标赛一起睡了。这样我还要打吗？没有，而且我刚刚不太能那个散，是因为。来啦，你现在上线，我们来打一场、啊。太习惯那个话。我们打一场练习赛，他们很想看我们打，真的，我讲真的。好，我上场。哇，阿吉要上线呢，好猛哦！来来来来，阿吉刚刚打那几场已经重拾了他的信心，他已经重振雄风了。好像有一点点信心了。阿吉已经重振雄风了。那我们来打个，我三组都给你打一次。干，打太多了，我会被骂啦。还好吧。没有，因为队友都在练习。哦。啊，三组各打一场，不是三场，一两场跟三场。我跟你打 TBD 跟 TBP， 就不要 TBD 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来，来来来，阿迪已经重振雄风了。打什么图？